Pump it.说话，平均年龄多大呀？九岁吧。九岁啊？你几岁啊？我十二。你就是那拉后腿的是吧？那是怎么平均的、啊？这个，你是不是队里年纪最大了？是。这都是在街上跳舞认识的？不是，咱一开始是有几个小孩练武术，然后，认识了以后，教练本来教咱武术，然后他会街舞，又教咱街舞，然后最后、哦、教练还会街舞。教练本来是教武术的，后来发现教武术收钱不多，不如教街舞。教街舞。一个人当中啊，你别怕。怕啥？反正说完就走了。最喜欢谁？最喜欢小五。小五，小五，小五，为啥呢？长可爱。长得可爱。你是说他的头发可爱吧？对，他要跟小五比，你喜欢谁？小五。小沈阳跟小五比，你喜欢谁？小五。哇，小五你好有魅力啊！耶，打败了小沈阳。对对对。那刘德华跟小五，你喜欢谁？小五。哎呦，你爸爸跟小五，你喜欢谁？欧巴，不是他还是喜欢小五，他说欧巴，爸爸，爸爸，欧巴还是喜欢。你为啥喜欢我们节目？是不是因为我们节目是高端深度，然后娱乐那啥？财经的，财经、军事、音乐、草根的，那个访谈是不是啊？因为有小五，搞笑，搞笑。我们节目对我们节目倒是挺搞笑的。对啊，那你们要不要现场看一下鸵鸟哥哥跑一下？啊！哎呦妈呀！哎呦妈呀！不虚此行。然后你们跟着鸵鸟哥哥一起走啊，来一圈啊，来一圈、啊。对，起，走喽。哎呀妈呀！这家不搞计划生育啊！哎呀，生一串呢。从此以后，我们鸵鸟家族又多了那么多小孩。鸵鸟全都是公的呀、啊。说一下，长大之后有啥梦想？队长，你先说。当个明星、你长大想，假如十八岁的时候啊，就是爸爸妈妈不支持你们跳舞了，得上大学了，不许跳了，咋办呢？队长，你说，你必须先说，有没有你是队长，你要不然我们就撤职给他当。偷着跳。偷着跳。偷着跳，我们有警察。他要是不听爸妈。